掌下士。上步七星，好，转身再来一次。这组动作非常柔化，也是低势，动作的幅度比较大。好，停。好，我们先做前一个歇步擒打，那么请男生背面示范。好，先是悬臂拧转，那么这时候我们的重心向右移，两个拳都做旋转，那么右手是外旋，左手是内旋，看清楚了吗？一个是外旋，一个是内旋，外旋的是向上提，右旋的是向前钻，穿拳出去，然后继续向左向前转，身体左转，随之右手落下来，左手变掌，这时是侧掌，手向侧立方。接下来握拳盖步，右手再次左手再次变为拳，一个横一个立，这叫擒打。那所谓擒打，左手是擒住，右手是击打。好，再看一次，向右拧伸，右拳提拉到耳的侧上方，左拳向前钻出，向前穿变掌，有一个拳变掌，掌在变拳的过程，同时盖步呈歇步转圈，这个拳是向斜下方的擒打。好的，那么再来一次，眼神先看右手，而后随左手向斜前看，两膝折叠屈蹲，前脚横向外摆。对，因为这里一定要横向，如果是纵向的话，这样我们这个重心不容易掌握，横向的话呢，就扩大了支撑面积。好，两膝相叠，完全全蹲下去。好的，接下来注意啊，那么这时候我们的两拳要变掌向前伸，然后向右后摆，对了，摆到右后的45度角，脚收起来，然后撤步，两手先稍微有一个旋摆，手心相对，一前一后，左手稍前，右手在后，随即跟上，这是一个由扑步到弓腿，摆脚扣脚起身，然后两手前后握拳，向前架拳，这是个架拳虚步。那么这两个拳的运动也是一个外旋一个内旋，看外旋内旋十字交叉，右手在外，左手在内，右手全心向外，左手全心向内，手背相贴，虚步。好的，那么同志来，一，这是起身变掌，向后摆掌落步，手心是斜向下的。好，重心下落，扑腿屈蹲。好，穿两手沿着腿的内侧，好，向前摆脚扣后脚。好，这时脚尖稍外撇，握掌变拳。好的，再来一次啊，从这儿，一接一个歇步擒打，好，连着下一次，走。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体会啊，这个扑步搀掌的动作要找一种感觉，就好像两个把两只手，想象是像两架飞机在做那种飞行演习一样，平行向前，沿着地面的一个起飞的过程，沿地面起跑起飞，找这种感觉。好，落地初步，这时候看一下我们这个整个动作身形像似于北斗七星，因此叫做上步七星。好，起身，从这里走，
这里双手外摆的同时，两肘相合。对，肘部微合。重心下蹲，身体保持正直，注意左腿的膝关节不要弯曲。对，尽量铺直。后脚内扣，根部。对，注意双手向前是一个架力，那么后背要向后有个倚靠，前后对称。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上步七星这个动作的实战用法。那么假如说我的手腕被对方已经紧紧地抓住，这时我刚才强调那个旋臂的动作，旋臂向前钻拳架打，就是旋转开，那么他握得越紧，通过我的这个手臂螺旋旋转的力，他的手腕会越会受到压迫感，越感到不舒服。同时呢，我这里旋转实际上是一个防守，那么我随着我上步的近身，那么这一拳上去是击打他的下颌，因此那么这里是旋转压迫他的手腕之后，那么随着近身架拳，啪，这个力要完整，同时是松腰沉胯，然后周身的力都要达到。好，那么现在呢，功法我们注意到了，我们还是从这里连接一下。好，这时呢，我们的重心一定不要上起，看，仍然是保持平行的，只不过是左右在拧转。好，拧腰，变，这里是一个变掌，同时脚下也有一个内扣。好，上步横摆脚做钻拳。那么在做下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容易出现一个错误是，这个劲力我们是向前冲，但是呢，有些朋友容易直接就往回收，接下的动作那是不对的。那么这里拳向前下，我们下个动作继续这个意识啊，所谓意识就是要继续向前引，引身起。那么这里意识也就是太极拳的一直往前而不退缩，就像我们追求一件事情不要往后退缩一样。好，同样的，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瀑布下式穿掌呢，也是要把两个手的平行由高到低，非常，虽然这个高低起伏，但是它非常相称，沿着地面，没有颠簸感，好，平行起，非常斜坡的就起来了。好，那么这时脚尖外摆，后脚内扣，旋转手臂向前钻打出去。好，那么请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把上一节的一个组合我们连在一起巩固一次。好，后坐，扣脚，充分扣转，虚部压掌的时候，两手都要撑圆撑平，不要夹肘，也不要过于开。好，撑圆之后起身，右腿，左腿支撑，哎，支撑住。好，托住手架圆翻掌。好，旋臂出步，身体立直。好，向前靠，摆臂。好的，松向前，这是一个平带平捋。好，握臂旋，这是旋转握手握拳。随后那么注意这里的这个横裆部啊，不是在直线上的，也是一个稍微有个三十度的斜。好的，那么接下来向左拧，这里就要把方向调正，向正前方盖步擒打，完全屈蹬下去。好，挤压，我们继续走，踝关节的经络气口穴位都能得到挤压。好，向上颈垂。同样的，我们转过身来背向的再练习一次。后侧扣脚，我们这样就是综合太极拳嘛，它动作的编排都是高低对称，起伏得当。好，旋带，这有一个履带。好，这差不多有一个微微的三十度的斜向左。看，旋臂拧身，转手心向上，
好。起。好，接下来我们不要停，再往下坐。跨虎，转身百连，弯弓射虎，好，反方向，请您先再看一遍反方向的动作示范。好，停。我们先学第一个动作，退步跨虎。好，首先是把右腿向后退步，退步时两手变掌，由拳变掌，向左，左手右手下落，右手下落，向右带。那么这里左脚微微有一个内扣，扣步，然后再向左带，收脚按掌。这里呢是左脚一个回收虚点，我们的身形面向是左斜前方45度角。看准了，左斜前方45度，右手手心向上，在左腿侧。那么左手呢是下按，接下来呢，右手沿着左腿向上调掌，左手做勾手。好，那么调掌结束以后，就停在高的肩的高度，左手是一个勾手，撑在体侧。好，连起来。先是退步变掌，向右摆掌，好，再向左旋臂，摆掌落手按掌，虚步按，好，提膝挑，这时腿控制住，然后脚腕要内扣控制住，手呢自然是立掌，
掌心不是向外的，是侧立的。好，再做一次。一、二、三，好。现在我们同一个方向给大家做一遍，并且请男生给我们讲解一下。这里大家注意，右手的手臂不仅要画弧，而且同时还要旋转，提手提脚做到协调一致，保持身体平稳。好的，下面呢，随着屈膝，右腿下落，右腿屈膝，左腿下落。这时，左手变掌，两手相合，右手经左手腋下穿，然后翻转，扣，做一个转身摆掌的动作。好，再看一次，预备，落脚，穿掌，从经腋下穿，转身。摆掌，摆掌两手的位置注意，左手在右胸前，右手向斜前方撑按。好，下面呢就是摆脚摆腿了，那么就是转身摆莲。所谓摆莲，就是我们的右腿经面前做一个扇面的摆动，经左四十度角起到右四十度角落。好，那么同时双手啪击拍脚面。好，接下来落手落脚，双手下落，脚也下落，同时两手向右搂摆到膝的上部以后，握拳双重拳，对，双手冲拳，这是右拳是一个架，左拳是冲在右额上方，这是在胸前。好的，那么我们把这两式连起来啊，同着这个退步跨虎，落脚转身，好，这是摆掌，一个稍微有一个定式，好，然后落步摆掌握拳，弓腿进拳，好，我们再做一次，把这个最后两个，好，请女生加以讲解。大家注意，摆莲腿的击响要一次。击响过后，脚不要急于落地，要先屈膝，而后落步。架拳手臂要撑圆，眼睛看拳的方向，看左拳。好的，对这个动作，拳心向下，拳眼斜向下，这个拳心向外，膝关节注意不要内扣，也不要过于前底，很好，好，起立。现在我们把前一个动作给加上，来，对。那么退步跨虎呢，实际上是取自于吴式。那么这里我们编者呢，把它加了一些舞蹈的动作的表现，左右摆臂，有点像芭蕾舞蹈的动作，是很优美、优雅的。那么这个转身摆莲呢，这种扣转穿掌，不知您是否看出这是选自八卦掌的一个动作，非常典型的八卦掌动作。因为我们这都是属于内家拳，所以都有可以相互吸取的地方。好，摆腿，握拳，弯弓射虎，所以非常明显，这个动作就好像我们拉满了弓，在等待猎物一样，整个身形从脚下到手这里是一个弧线，像张满的弓一样，弯弓射虎。好，停。那么现在我要强调，我们这个摆脚啊，摆脚，双手击拍，请大家注意，千万不要做成是向下这种这样的拍。那我们所谓的摆莲是要由右向左，啪，做一个这个摆动的动作。我们一起来体会一下啊，由右向左摆。一个扫摆的动作，不要做成直着向下去拍。好，那么加上腿呢，这个动作是有一个腰和腿的旋转，像拧足了一个弹簧，拧足劲的弹簧一样，先向右拧住，然后一放一松，那么腿是向左前方起，那么手呢是从右前方起，
相对的一个，看见了没有？好，再看一次啊，预备，好的，那么整个髋关节是一个扇面的摆动，那么我们的弯弓射虎，退步跨虎和转身摆莲这些腿法动作呢，都对我们的腹背肌、髂腰肌，还有泌尿系统、肾脏都能起到一种抽提按摩的作用，所以是能够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对，我们边听边体会，摆，控制住，收腹，对，提腿，通过我们收腹脸臀，实际上我们内脏都在参与运动。好，现在呢，我们从楔步擒打开始，连接一个组合。好，走。这是上一次课我们学的动作，楔步擒打，就到上步七星了。好，巩固今天的收压提住，好，收腹立住，很好，收，扣脚，脸臀坐胯，摆腿，收住，好，落。好，下面我们继续做，下一节课我们将要完成全套新动作的学习，这是最后一个组合，左揽雀尾，这个动作非常熟悉的，跟起势的那个揽雀尾非常相似。好，十字手，收。学习就进入尾声了，学最后一组组合动作。好，先看我们做一次，您可以先跟着我们比划一下。
射虎开始。弯弓射虎这个弓步注意，右脚是比左脚稍向前一点迈出的，两脚不要在一个平行线上。现在后座翘脚，两手变掌，同时下落，看右手下落到腹前，然后落脚踩时重心前移，收脚抱球，双手悬臂抱球，好，开步，弓步捧，再同样的和起式的揽雀尾是首尾呼应的，起式是右揽雀尾，现在我们收势的时候是左揽雀尾，那么动作稍有不同。好，再看一次，开始这个过渡，重心后移，落手翘脚，悬臂抱球，收脚移重心，好，抱圆了。那么这时呢，感觉我们手中抱着一个大气球一样，下面随着我们弓步滚动这个大气球向前捧，好的，滚球的感觉，捧出去，右手下落到胯旁，好，伸臂前，转体前伸，伸臂两手旋转到手心相对，好，后座松腰下捋，捋回来，然后转身搭手，这时两手相搭，手心相对，合在手腕上，好，弓腿前挤，身体立直，右手经左手背上穿出平行，屈膝后坐，两手向下落到腹前，胯弧下落，然后弓腿前按。好，清楚了吗？我们再连起来做一次，再做一次。好，请刘洋给我们讲解一下。这里揽雀尾的捋的动作和起式的捋有所不同，这里的捋的角度要比起式的角度大一些，捋至你身体右后方45度，然后再转身搭手向前挤出，变手，这里的下按要有所感觉，要有一种像弧度的感觉，哦，整个身形走一个下弧，注意去体会。好，接下来我们学十字手，那么重心右移，扣脚摆脚，同时两手分向右分，分开过后再移重心，内扣右脚，两手向下落，然后合收，合到体前，十字交叉，最后平抹，分开，起身落掌，这就完成了最后一个动作，收势了。好，再看一次。好，扣转，这是一个扣摆脚的分掌，下面下落扣脚，那么十字手就是两手十字交叉合于体前，所以叫十字手，分掌起身，好，收脚并步还原。好，现在请再来一次。好，你们不用转身。随着扣脚摆脚，我们要同时转身到位，分手不可太大也不可太小，手可以和膝关节相合，然后往下。对，十字手的时候我们要开始调整呼吸，使身体保持轻松自然的状态。好，这时我们合二归一，回到无极状态，调息。好，我们可以轻松的活动一下，不要忽然进入激烈的运动。那么我们把这两动连起来。好，注意首尾呼应。那么练到最后了，一定不能虎头蛇尾，仍然要专注认真去体悟我们动作的路线。捧捋挤按，这时可以按的，这时候脚尖看见没有，微微上翘，然后再踏实，这就是虚实的转换。好，扣摆，
合，转腰，转正。好，那么注意啊，我们边落手边起身，这是相对，上下相对，阴阳相长。好，收脚还原。好，现在呢，我们第四段你学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把带领大家把第四段的整个动作，我们一起来回顾一遍。从退步穿掌开始。好，一，膝部压掌，提膝托掌。这是马步靠，这是我们前几节课学的内容了。现在呢，你要回顾一下，温故而知新，才能进步提高。上步轻打，好，穿掌下势。上步七星，我们太极拳时脚下就好像是植物的根一样，用来维持整个人体的平衡。那么腰的拧转呢，作为整个身体的一个枢纽，向下传达到下肢，向上呢就会运转到上肢，所以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位，每一个动作都要拧腰转动。这是最后一个我们刚才学到的，注意这是重心仍然保持要平稳，不能上起压住。好，回归阴阳合二为一。
众朋友们早上好，通过前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们已经全部学完了四十二式太极拳的所有动作。那么今天这节课，我们将带领大家完整的复习，包括介绍给你们一些平常练习的程序和基本动作。好，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我们首先介绍给大家是我们一般练拳之前所要进行的一些桩功练习。好，那么我们现在准备开始。预备，第一个桩功呢是升降桩，也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动作。好，我们放松站立，因为我们平常虽然把套路学会了，但是呢，在学套路，在每天练套路之前呢，应该加一点基本功的练习，这样有助于我们热身、打开关节和调息入静。那么看，现在我们做的就是升降桩，刚开始我们是一个并步，然后是开立，那么就是由无极进入了太极，然后轻轻的随着吸气，我们把手臂内旋上升，好，举到与肩同高，呼气落手，很好，再重复一次，这叫升降桩，吸，呼，对，我们升起降落的时候要注意身体保持垂直上起，也就是整个身体的重心是垂直起落，不要有前俯和后仰的错误。好，再做一次。那么屈蹲下落的时候，肘部微屈，髋关节也是放松，膝关节不要跪膝。好，接下来学习第二个开合桩，两手先外旋向外捧臂抱球。好，那么下面随着吸气将这个球向外胀捧，分，这是开，然后呼气合。好，再来，吸，开，吸，合，呼，对，意念注入到手中这个大圆球，感觉这个气在向外胀撑，好，充满你的手臂和胸怀，呼。好，下面做虚实桩，下面重心移到左腿，把右脚提起，两手向外开，然后初步成虚步合手，所谓虚实，这里右腿为虚，左腿为实。好，变，收脚变式，好，重心移到右腿，左脚虚点，两手先向外开，再向里合，好，左脚虚点，重心在右，好，再来一次，吸，呼。那么像这些桩功呢，我们可以平时在办公室，在办公桌旁工作之余的时候站起身来体会几次，您一定就会感到这些动作给您带来的舒畅之感。好，我们连起来，一，升降桩，吸气，呼气，旋臂抱球外捧，吸气，呼气。早上起来站到您家里的阳台上也可以轻轻的体会一下这些动作。好，落，吸，呼，好，很好，落手。那么这是基本的桩功，现在呢我们就要三个人带领大家把全套动作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那么一定要请您跟我们一起来练，跟着我们的速度。好，请稍微向后退一步。好，预备，开始。起势。揽雀尾。揽雀尾的捧实际上是取自于八十八式太极拳。那么这个动作的捋和挤呢，都是杨式的做法。
吕脊二式是选自于阳式，那么按呢是从吴式里面摘取而来。单边，可见我们综合太极拳从一起式开始就体现了综合的特点。提手上式，白鹤亮翅，搂七傲步。所谓傲步就是非顺步，那么两腿和手的方向是逆着的。铁身锤，吕脊式。我们太极中处处讲求阴阳、五行、八卦等哲学原理。斑斓锤，因此无论是前进后退，还是起身起落开合，防守进攻，如风似壁，开合手，右单边，到处都有动静相随的原理。肘底锤，转身推掌，玉女穿梭，处处走弧见圆，阴阳相长，左右分脚。好，注意这也是蹬啊，蹬脚。蹬脚是勾紧脚尖，我们要注意区分。眼手红锤，野马分鬃。刚刚在一组高起蹬腿之后，这一组扎实沉稳的发力动作，使我们整个套路进入了一个云手高潮阶段，跌宕起伏，连绵柔缓，独立打虎。到这里又进入了一个难度的组合，右分腿。对，这时是分分脚，脚面绷平，双峰贯耳。蹬脚的时候脚尖要勾紧，左分腿，转身拍脚，进步摘锤。我们在熟悉套路之后啊，要注重动作意识的表现，眼神呢、呼吸呀、包括表情都要注重配合。金鸡独立，对于表情的要求呢，是不能退步穿掌过于紧张，也不能虚步按掌非常松懈，提膝托掌，马步靠，转身大捋。好，这时候我们的双腿已经很沉重，非常累了，那么也是正是考验我们锻炼意志品质的时候。好，一定要加油，海底针，上步七星，托
跪步跨虎。转身百连，好，坚持住，很快就要结束了。气息不要紧张，不要憋气，这一点很重要。无论多累，一定要放松，放松呼吸。好，到最后还是要非常专注从容。慌不忙，十字手，完成到最后一个动作。收拾直到此，我们都要动静阴阳合二为一，回到太极。好，调整呼吸。